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作为现代化空面一体作战的关键力量，军用直升机堪称航空技术最具创造性的设计之一。依托灵活机动、应用范围广、垂直起降等特点，军用直升机深深影响了现代战争的形态。面对日益复杂的作战环境，军用直升机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垂直极限该如何突破呢？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陆军航空兵风雷飞行表演队炫舞蓝天，特技表演惊艳众人。悬停回转，绕点回转，交叉钟摆，被誉为三击八雷的招牌动作，是风雷表演队首创，源自武装直升机执行超低空侦察和打击时的代表性动作，展现出飞行员的高超水平，也反映出国产直升机的可靠性能。实际上，在真实的演训场，直升机还有更多超能力和黑科技。我现在在82集团军陆航某旅，陆航旅是驾驶直升机进行反坦克空中侦察、火力支援和运送人员装备的一支重要的空中立体作战力量。我身旁的直升机已经蓄势待发，正在进行悬停检查，马上将开展一场紧张激烈的机降突击行动。机降突击对直升机装备的性能、数量和机型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次参加机降突击训练的机型有直八、直九、直幺九和直十，是一场多机型的综合特务训练。参加训练的四种直升机可以说是跨越三代的老中青组合，是陆航部队强大的高低阵容搭配。他们会有怎样的战术运用和表现呢？机降突击训练可以起飞。它的飞行高度比较低，现在的高度是50到100米左右。那么距离地面的楼顶啊，像农田啊，感觉视觉上距离并不是非常的远。那么要规避地面的障碍物，这也是直升机作为低空杀手的一个必要技能之一。刚才还掠过了树梢，真是非常惊险刺激。机降作战具有对地形要求低、快速突然的特点，可迅速打击敌纵深的目标。在战场上，直升机悬停时间越短，机降速度越快，也就意味着隐蔽突击效果越好。因此，这场演练将全面考验多型直升机低空悬停、低空低速能力。作为树梢杀手，低空超低空悬停是武装直升机的必备技能。直升机在一定高度上保持航向位置不变的飞行状态称为悬停，这是固定翼飞机无法做到的。演练中，直206机编队亮相，空中悬停纹丝不动。直升机悬停的秘密在哪里？直升机能够飞行，靠的是旋翼产生的升力。当它飞到半空中，产生的升力恰好与其重力形成平衡，直升机就能够停留在空中。超低空悬停难度大，是因为随着悬停高度的降低，被地面反弹回来的气流会反作用到机身，高度越低，地面越不平整，这种反作用力就越大，需要飞行员细致熟练的操作，直升机才能够保持平稳悬停。直升机悬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空中战术动作，便于快速转移、投送人员和物资。本次机降突击训练还和特战部队进行合练，由直八 B 直升机在纵深地域和复杂地形实施伞降和索降行动。现在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只有10米。直八 B 已经将特战队员运送到目标地域，他现在正在稳稳的低空悬停，特战队员正在进行索降。到达地面后，迅速形成攻击队形，向敌方前沿阵地展开突击。悬停、机降、突入、撤离，这场机降突击迅猛有力，让人印象深刻。今天任务破
幕结束之后，等待着飞行员们的还有今天晚上的夜航。夜间飞行对他们来说又会有怎样的考验呢？马上夜航训练就要开始了，低温夜晚的飞行对装备性能和人员意志都是巨大的考验。与固定翼飞机相比，直升机飞行高度低，作业环境复杂，飞行员目视判断产生误差的概率增加，对于距离高度的把控难度大，需要借助机载导航设备协助飞行员进行判断。因此夜航目视飞行是直升机训练难度较大的科目，但更难的是夜间仪表飞行。飞行员在大雾、露营等状态下完全看不到舱外，只能利用仪表判断，只有在近地面时才能目视着陆。与白天执行相同的任务相比，夜航会大大增加飞行员的工作负荷，但夜航训练至关重要。除了磨练全天候昼夜作战能力，近年来人民陆军还在持续推动建设全域作战能力，而加强直升机在高原山地区域的应用与训练，始终是陆航。挑战时更加游刃有余。事实上，不是所有直升机都经得起严寒考验。在高空严寒地带，大气中的冷水滴会迅速聚集在高速旋转的旋翼桨叶上，凝结成冰。这层冰会改变旋翼的气动外形和质量分布，影响直升机的飞行性能，严重时可能会导致直升机失控甚至坠毁。因此，多种除冰防冻方式相继问世，其中电热除冰是将直升机的电能转化为热能进行除冰。高空中旋翼结冰区域加热后，冰层底部会先融化，再利用旋翼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甩出残冰。这种方式起效快，可靠性好，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是目前最成熟、最实用的旋翼除冰技术。可以看到编队当中的数架武装直升机，他们是此次集火风控训练任务中的主力。此时已经抵达了目标区域，飞行员迅速搜索和识别目标，运输直升机率先开始了舱门射击，运用空中的空飘气球构设低慢小的不明空情，完成了搜索标定、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此时武装直升机发射了数枚空地导弹，对地面的装甲目标进行摧毁。
可以看到远处的靶标浓烟滚滚。此时直升机发射数枚火箭弹和航炮对地面进行集中的火力压制，直升机的火力打击能力实在是太震撼了，霹雳火直时名不虚传。我国第一款专用型武装直升机，它的飞行操纵系统、火控系统和航电系统都非常先进。除了在这次训练任务中看到的挂载空地导弹、火箭弹和航炮，具备非常强的对地打击能力，它也可以挂载轻型的空空导弹，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此外，还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挂载毫米波雷达，提高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在空地一体作战当中，往往直升机作为第一波的火力打击，要对地面的目标进行火力压制之后，地面的装甲部队才会对目标进行下一波的火力打击。直接了一场实战训练，一架架战鹰降落到了附近，将进行弹药的补充，马上要开始下一轮的训练。那么在野外的环境下进行弹药的补充，非常的考验飞行人员、机务人员的飞行安全管理、航空装备管理以及场站的保障能力，深化在复杂环境下实战实训的方式方法。机务人员迅速的装填完弹药，检查完飞机之后呢，高原飞行是对人身体机能、意志力、飞行技术以及装备性能的全面考验，而对于陆航部队来说，为了真正实现全域作战，还必须攻克高寒这一严峻的挑战。在风雪环境中，能见度低，风速风向多变，会对飞行员对外观察和判断离地距离造成影响。同时，在直升机起降中，旋翼产生的气流会将地面的浮雪、枯草、树枝等杂物吹起，稍有不慎就会损伤直升机的关键部件。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我们的飞行员与直升机又是如何迎接挑战的呢？漫天飞雪，冰封大地，这里是陆军第78集团军某陆航旅，是中国最北端的陆航旅，目前气温是低至了零下40摄氏度。我右侧的国产直升机正在进行悬停检查。气温低，湿度大，风雪多，是这支陆航部队在冬季常见的天气情况。今天，国产先进直升机将要进行严寒条件下的飞行训练。今天的气象环境十分恶劣，天气也很复杂，在冰天雪地的实战环境下，不同机型直升机的协同配合会有怎样的实战效果呢？现在窗外的能见度非常低，可以说雾气覆盖了整个山区，对飞行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极端高低温、结冰、地面突风、高强辐射场以及由于尘、雾、雨、雪等因素影响的低能见度等特殊天气，都是影响直升机飞行安全的危险天气。例如，极端低温条件下伴随产生的低能见度会降低直升机的地标观测距离，加大飞行员的判断难度。在冬季飞行，尤其在北方地区，地面的楼顶、农田、村庄都被白雪所覆盖，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色。但这样的雪景给飞行员带来的是危险和挑战。降雪后飞行，由于地面被积雪覆盖，参照物及显著地标变得难以观察，长时间大强度的对抗性训练易导致飞行员进入错觉，不易保持飞机状态，这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及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向阳飞行，由于阳光在雪地进行了反射，更不易使飞行人员对地面观察，可以采取
使用护目镜、太阳镜以及头盔上的保护装置进行防护。在选择机动路线时，尽量避免阳光直射，合理规划进出航路线。在温度低、湿度大的情况下，旋翼等设备很容易结冰，结冰的信号器会报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打开设备进行加温，将直升机下降到安全高度，并且避开云层。在高山和峡谷之间，直视九凭借超窄的机身能够迅速穿行，非常便捷，这也使得它在特殊的复杂地形中更具有隐蔽性。同时，它机翼的下方可以挂载导弹、火箭弹等等不同的弹药。虽然直视九只有4吨的起飞重量，但挂载武器后，它的火力几乎可以和6吨的直十相媲美，形成强大的攻击力，能对敌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也让它有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绰号——黑旋风。现在我们看到双机正在进行一个冰面上的超低空动作，它距离冰面的高度最多只有10米。这个动作清楚地体现了直视九飞行员的技战术能力。现在我们的直升机马上就要进行野外降落了，掌机已经发出了指令，通知其他的直升机将要对即将降落的场地进行绕飞侦察。大雪过后，地标被覆盖，我们容易丢失着陆场，然后就是起降过程中会产生浮雪，影响我们的观察，甚至会产生错觉。再一个就是我们在着陆过程中呢，雪地松软，轮胎容易下陷，遇到结冰的时候轮胎会打滑，怎么克服呢？需要我们多次通场观察，确认是我们的着陆场之后再进行着陆。在着陆的时候采取高高度悬停，先把雪吹一下，采取小速度接地的方式，接地之后要试探性的放等距，不能放到底，防止直升机下陷。我们现在看到前方的第一架直升机已经先把地面的枯草和浮雪先吹干净，再逐渐降低高度，这样可以防止杂物卷入发动机，对直升机造成损伤。其实直视九的直升机呢，在机头的前方是加设了线缆切割器，能够防止我们在低空飞行过程中被铁丝网等一些线缆所影响。随着指挥员的指令不断下达，我们看到直升机的高度现在在不断下降，我们成建制地拉开了队形，即将返回机场。无论高原高寒还是雨雪风霜，陆航雄鹰全时全域翱翔。然而在辽阔的海面之上，海军航空兵舰载直升机部队也需要面临来自地域和气候的多重考验。舰载直升机需要满足海上高湿度、高盐度等环境下的使用需要，而且受风浪影响，舰载直升机在面积相对狭小且不断摇晃的军舰甲板上起降也是一大挑战。近年来，以航母、两栖攻击舰为代表的新一代大型舰艇相继入列，一场场海上实战化舰机协同训练正在不断锤炼人民海军上天入海的立体攻防能力。在舰载直升机家族中，有一款直升机始终占据重要位置，这就是轻型多用途直升机直九。无论是在中国航母上，还是在多型驱逐舰上，都有它们的身影。直九不仅可以执行侦察和反潜任务，还承担着海上救援重任，
被誉为航母上的第五道阻拦索。舰载战斗机着舰时，必须精准降落在航母甲板上的四根阻拦索之间，有效着舰区域仅有30多米。此时随时待命的直九，就是保障飞行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我身后这架是海军直九舰载勤务直升机，简称直九 S， 它主要担负航母编队落水飞行员的搜索救援任务。大家可以看到，从上部的海军蓝、浅蓝，到下部的灰色，值得注意的是，这款直升机的垂尾和底部是象征着救援寓意的橘黄色。作为一款专用的搜救直升机，它的机头左侧配有多用途搜索灯，在机头的右侧是昼夜搜索装置，它可以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对目标进行搜索、识别、跟踪，帮助飞行员检查目标。在机身的右侧是电动绞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驾驶员会操纵直升机稳定悬停于目标之上，绞车操作员通过操纵绞车使救生员缓慢下降到目标旁边实施救援，然后再通过绞车将被救者和救生员收回舱内完成救援任务。航母作为一个执行各种复杂综合性任务的平台，可谓寸土寸金，这就对舰载机的设计提出了特殊要求。直九采用可折叠的旋翼桨叶，不仅节省停放空间，也保护旋翼桨叶不被外物所伤。大部分机身结构使用了基础框架设计以及轻合金制造，坚固又轻便。涵道式桅桨设计，飞行时空气阻力更小，速度更快。双发配置大大提升了直九的战场生存能力。目前直九已经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家族，包括武装型、侦察校射型和舰载型等多种型号，是中国直升机最先进、品种最多的机型之一。无论是阅兵式上、演训场上，他们都表现出色。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轻型武装侦察直升机直十九，也是直九的升级版。领域作为航母的新宠儿，舰载无人直升机不仅能够执行空中巡视、搜索定位、反舰侦察、反潜搜索、空中打击、应急物资抛投等各种任务，还具有垂直起降和定点悬停、机动灵活、隐蔽性好等优势，是主要军事强国争先发展的目标。2022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玄鸽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在江西顺利起飞。作为中国无人直升机的新成果，这款直升机采用国内领先的舰载无人机技术，配置有着舰引导技术和着舰定位锁紧装置，可在四级海况下执行海上作业。然而，舰载无人直升机系统的研制难点颇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起和降。无人直升机在舰上起降时，载机母舰的飞行甲板并非稳定的水平平台，因此对无人机识别多维运动的飞行甲板状态，并实时调整机身姿态保持和飞行甲板同步的技术尤为关键。
在未来战场，有人无人编组协同将成为常态。而作为纵横陆海空三维的多面手，多种多样的直升机也会继续展现无尽的可能性。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者通过央视军事的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